本期呢，这一个抖音挂机掘金项目，每天单个账号可以撸30块钱左右，月收益保底1500啊，可以多号批量操作，赚的钱是更多的。挂机项目，一个抖音号1000能赚350的零花钱，不需要你有太多的设备，一台数据就可以。比起其他挂机项目，这个项目是更加简单，没有那么复杂，收益相当可观，手上没事的可以直接操作起来。绿色项目，持久收益。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介绍、项目搭建、项目的实操以及下载的二维码，全部都有提供。如果需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再来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抖音挂机掘金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